分鐘 ，teaching assistant 講佢話如果遲兩次嘅話，就當一次absent。咁樣跟住一次 absent 嘅話咧，就會會 fail 咗一科。我覺得如果喺 USC 咁樣，我覺得有啲奇怪。但係始終係佢嘅堂，咁佢中意咁樣都冇計嘅。咁係有啲奇怪，我覺得即係小學雞咯。啊！谂到迟到罚几，禁住嘅桥，自然系呢个工业生产同营运管理嘅权威 Professor Lee 啦。佢主要教 IELM EFE 嘅必修科，据了解只系得一个 credit 嘅咋。寻日就终于第一日上堂。佢封 email 咧，要都系琴日先 send 话佢哋翻系翻九点半，所以有啲时间未必遇到。sitting pen 呢样嘢出现咧，就应该系得 ten talk 嘅。教授提醒超过360个学生准时兼带埋 PRS， 方便点名答问题。迟到啊冇情讲，罚企足成堂，但系寻日就有成30几人受罚。因为佢哋要影相，可能清晰嘅 attendance 少少。PRS 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基点或者同埋影相咯，嗰、那个有个位佢assign咗俾你嘅。你如果你唔喺嗰个位出现嘅话咧，佢听 attendance 嗰时你唔喺嗰个位出现咧，咁你咪 absent 咯。教授话开恩第一堂就上咗40分钟啫，朝早10:02就放人。个科时有啲太过小学鸡咯，即系好似系你，其实你中学嘅时候你迟到，你话我觉得你要出去做企，我觉得 OK 嘅。但大学生啲嘢系咪需要用呢个 policy regular 佢哋知道？我真系觉得呢啲要质疑啊。我们是出于爱心，希望他们来听，那听了对他们好，然后希望不要影响 ，don't affect other students。我们的 whole idea is try to help them 去帮忙他们，而不是要把他们废了。因为你迟到的话，一个 big class 嘛，你一进来大家都要起立，然后让你进去，这个很不好了。我们目的只是这样。虽然中大的副教授都话介意学生迟到，但佢上堂向来又唔点名。走堂的同学亦都唔多，又话大学生的事应该自己决定，走堂好平常噶咋。喺学校教咗16年的张超雄就话，身为大学生迟到罚企有损学生尊严，建议老师唔好咁做啊。科大就回应话，罚则唔系学校定噶，学系会将同学的意见纳入考虑。又话课程评分按多项准则，包括 essay 的成绩、出席率只是其中一项咋。